BNK, the king of upsets, my friends. Preparations, be careful here, man. Tracy's parts is a good thing. 有点收集不到信息了，但是小开其实是越过了独木的，哇，把三星穿到非常惨的一个血量了。但这个雷也迫使小明要让位。哦，火线肯手里是有一双窒息的，这是一个单向。小明硬顶着这个单向付出了一点代价，很伤，倒了一个先锋位，现在手上唯一的闪没了，只能靠Loki的这颗暗眼。看Loki的位置，他准备黑也要管，要不直接给黑。 对面有人被影响到，但影响到了这个开片是不是四派？关系不是特别大。现在FreshX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位置，有点尴尬。现在不好进去了，看能不能硬撕一开口出来了。但是小开这个位置，只要咨询室的人想进去，被卡住的。哦，这个残局很明显，打了一个。这分能不能拿下来，来决定一下他的走势。第一个引入就算收集信息，但是直接提了，直接提了一波流。被刀片套，被短炮拿下了。小兵这个位置，something 非常牺牲式的玩法，又是单向烟，峰峰也只能暂时等队友过来，不敢再露身位了。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后续版本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单向挂不上去，但是我们现在打的还是9.09，所以很多单向依然是优颖可以非常舒服的挂。那出现了手枪局一样的一个问题啊，现在没有先锋了，枪管漏了，枪没有能够成功的命中，小开开启了自己的主峰，要下去呢？不动也不是啊，不动的话主峰就浪费了。 远距离的击杀，这是Dramatic，by the way，刷的也很多，三不四巨人已经打出来了，而且甚至感觉PaperX视角里全掉，他们也能再起，哇！但这样的话，近视以身犯险也探到了民居的位置和存在，而且这个地方，哇，没有爆到信息。Man, lucky PaperX today, they're on fire, bro. 那你也给一个，但是B筒也有人摸进来了，要小心。楼平的位置其实已经被包围了。I like what I see, man. I like what I see. 这个追野之灵让静能够拿到B2楼，进攻位置，这样的话进攻方把包带进去。桑森的民居也由攻转守，棒的切的点位已经完全的拿下来了。那随着小兵的一个大招爆枪了。Oh my god. 但经济很差，尽管连败拉满了，下分应该是。Something went right today so far, bro. I saw the comment. 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一旦对面感觉时间差不多了，会来找你。 看桑森的位置，桑森已经在绕了。And this is the same round already. Time out. 5-0, dude. Okay, 这是一个跳铁板的一个路子，被炸到了。但确实静也把晚宴火带了上来，没露脚步。哦，这个是轰的箱子位，还好。And this is a fake, by the way. 还是跟上回合一样，放进一个人的电，但这回合并没有成功的进入到电梯里。 Yesterday they were using something to fake a He's insane right now, bro. Oh my, yo, he's back. Bad boys. But this guy's a monster as well, bro. We're gonna get the ace here. He's gonna get the ace. No, Jinx, stop. BNK 1v2, they are both low. Amazing round, man. Something手里是一把狂徒，他正在找到了机会换枪。对的，但他再去给进攻，进在绕后，但进的绕后还需要一点时间。 BNK should be like that, but he didn't. Oh my god, dude. Something 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今天一样在维持下去。这几枪看上去都是不可能。He has something to prove today. 当然，我觉得等会回放小开的镜头应该也是相当的华丽。对，小开的这个刀应该也是非常夸张的一波表现。火落地立刻左手一刀，然后这其实也算非预瞄吧。然后这个小开刚好从飞身过来，哇！ 右键骑射打掉第二个，这也导致他后面巨人没了啊！接下来对于TE来说，每一分压力都会很大。中路看到有人跳过去了，哇！小开这边在帮队友拉，但是镜被架死了。TE非常的经验丰富，他知道Forsaken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动作，是故意的，是。我是没有想到是没有技能，就有可能应该是。我在勾了，但是 A通 有一个近大远小，可以被看到的一个侧身。嗯，手里是把獠犬对向上面没有优势哦。侦查失败。 中路现在TE是站到了，我先把前面的位置给站住啊，已经错过。现在要看小开这个点位，PaperX会不会搜到？没搜，不是很好搜，手下的位置没有在看。MyFreak好像也没有太有注意力。快看了，还没搜过，贴的非常近，还有人，但是他自己还是架住了。但还是4-2的一个优势，而且你知道爆东西掉在了中路。6 in the morning, bro. 7-1 的。
跳电梯声音巨大。出击！我最近还有闪，他选择给了中路一些压力，给了一个名牌的信息。我现在还在中路活跃，然后他需要 something 做事。这个时候只有 something 先狙一到两个，才有机会让这个局面可以玩。For Trash's part, they need to make this clean. 可能会来 A 了，选择上二楼，保证存活就行了。就说透了就不要给那边去指架。是。Otherwise, 是等一下，是旋转跳，足够警惕。这下应该有看到对面了吧？Something 越架越大胆，架不到人就得主动去找人。That was a good shot. 这把进攻区，这黑贝也不能随便漏了。对，黑贝这个位置应该是不敢出来的。三打二，他们要保住这个人数优势，等到风风的玩友回来，然后再做操作。只能去给安保。但是 Something 有凌空 ，Forsaken 有闪，这个玩友未必那么好就要来了吗？没有，这个技能都是一个干扰。是。他还留了一个惊奇反动，还留着晚宴火，基本上确认了两个人都在点内。没有，他离惊奇反动全部用来清点了，想起跳，甩了一下，哇！但是我这个加出的一个二打一 ，something 只有狙，藏在了点内，位置其实比较明白，明白再给出来确认了，但是左边他猜到了，有 something， you are insane， brother， 做到这一分，他能做到的所有完美。Blow my mind， stop blowing my mind， bro， that was insane， man， that was beautiful。He's on fire today, man. What did you wait, bro? 这个晚宴后给摘掉就可以了。尽管风风这个靠身位偏到了一局。That's something we all know, bro. 非常正确的。给右边顺鱼打左边，然后再切到短炮处理近点的威胁。好，说这一分，我觉得最后这个二打一太可惜了。他们甚至也不太敢穿板穿很多下，因为右边有个顺鱼点点染这个面积。对，其实这个单向也是。越过单向越近也会很烦。刚说完，又是一个一楼狙二楼，桑森要来对小开了，马上要碰着了。站在了飞鱼苗的位置，小开是在上方的。晚宴火也接一点，但是小开没有能够架得住，反而是风风的晚宴火在点里面接了第一个，是把佛斯金给炸掉了。那这样的话，点至少还没进来。二楼马上要对枪，黑贝这枪甩得非常的准。进攻方现在还是一个三打三，正面 locking 打赢了。OK， 拿到了防守。Those have one away, bro。又是一个二打三。OK， I'm quite happy。这个摸过来了，没有人知道。二班 break， 在这班 break 也没有想到第三个人。One v one， it's me。给 something 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名牌信息。接下来就是一打一。而且由于 locking 这一回合一开始就交了离魂去支援 A 点的。等一下，桑森装完这个包会有巨刃。他要开吗？问题是，而且。The way he's 这个暴动器的位置是相当之开放的，他应该会先架一枪，如果空狙的话，会立马驾驭巨刃。Locking 的手里的技能其实是还是很充裕的，但现在是找人，问题是找人。猜到了，枪管已经看到了。Oh my god！ 在骗。Time's in your side, bro。带了一颗烟，有剑影，要不要用剑影再尝试一下？而且在 Locking 的视角里，他好像不确定，我不确定这个人在哪里。关键是，他只是枪管露出来，给枪管重量没有那么重，但有巨刃，好像把巨刃开了吗？没有，有短炮。短炮里面在找人 ，Locking 还在骗，短炮两环没有 Locking， 把 Locking 带走， okay. 拿下这个残局， clutch, bro. 非常的惊险的方式拿下了这个残局，阻止了 Something。Time out。但 Locking 也很沉得住气，地线没交，手雷弹也准备就绪了。对面的离魂交了，追到死点，找到 Locking 把人打回去，尽管是吃的白，但是被穿满63地血。凌空没拉枪线，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对，而且第一波就被穿残了。进拿到完以后，直接给到二楼，他为队伍争取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安包的空间。烟散开，回复也给了，进攻方要铁定心虚拿这一分。哇，这个明狙很想抓一个 timing 出枪的，被混了，直接混掉了。Just a masterclass, take me for right there. Something 在中 ，W gaming 压力，看起来想要来报价应该要夹电梯房的。是的，黑贝上来的 timing， 换成了巨人。巨人给的很早，还是校正到头上去了吗？飙到头上，而且 Mindfreak 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还在架，可能会补防的队员。看小开了 ，Something 的血量是真的多，因为队友有给更满的支持，贴到了脸上。那这样的话 ，B 点二楼也只能让给对面。中路又有 Mindfreak 的断后。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man? I'm dreaming or what? 看上去位置上 Paper X 也已经完全的站好。Calm down, bro. Calm down. 大白有点机械枪的感觉，确实也架住了，架得很稳，锁定了小编的位置。Jesus, man. 小凤，最后又是 Something 今天手。Doesn't stop, man. 11-1. 就这种。看一下下半场，拼出掩护 ，Something 要出去找人。看到了两个枪火，哇！今天这个这种。停不下来了，已经没道理的，没道理的。This is too much already, bro. This is too much. They are down. 难评价呀。就虽然 Something 几乎每一次他们队友他都会做这种动作，他对都会可能会都有动作。但是今天这张图现在是第十三个，就是那种出就有，对，来就有那种感觉。那现在 TE 也很纠结，想要过来回清 A 区，
但是要面对手感火热的 Thunder, Thunder is pretty good against Sky, who's in same duel. 没有任何的技能，玩起来了。他们队友拉到了枪线，能够再补吗？也行，只是一个一换一，这个回身又多接一个，是多打一个。是队友都走了。Oh, this is the team we all wanna see. 现在他们很疑惑，二楼会不会进人？对，因为给了一个 timing, 对面可能会上到铁板的位置。要怎么出这个烟呢？哇，两个人身位其实烟很难进啊。是，先烟套烟走进来。哎，对面有换弹。但是抓到一个 something 是残血七十血打掉哦，那这样打二再 elbow 有个蛇吻想削弱一点血量，然后拖队友的回防，看到人的哇，这个是什么？喂，转着头跑打，但是 Loki 两个精准击败 Loki， 这个更难，瞬间 Oh my God, that was crazy! Wow, you are so low, bro. What's one bullet? 那个视野他都没有说完全看到对面。Beautiful man, beautiful.哇，很关键的救到了这个手枪分啊！那这样图一还有一些继续下去的可能。是的，但不得不说这一分也是在 A 点这个钱压上面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啊，就是跪着在打。但这也是 Perez 他们正常输游戏的方式。但我觉得 Loki 一开始抓对面换弹产品这下抓得非常漂亮。还没有开 Loki 关键 B 点是个重手，这个雷会给 Something 一个非常好的投背身的机会。 Something 要来了，两个人撞在一起了，但还没成功拿下一个人。 Loki 一直在 DB 后面，但 Jin 能够先接两个人，点内怎么说？ Mind Freak 先接住一个 Mind Freak， 对，那只剩下 Loki 一打二没有机会了。主要这一分 Mind Freak 他就当左边那个人我没看到，选择这个 B 还是没有愣头去打迷魂，去看一眼 B 通找人，哎，应该是看到小开了。对，他在架狙，小开其实也没注意到自己的身后。闪掉过，有一损，把 Faker 要切换了吗？已经有三个进账了 ，Loki。Amazing, dude, amazing. 包在地上有离魂，但这个时候离魂已经不重要了。Faker 十三比五，没有让异常梦多的情况出现太久。玩对于 G 来说，我觉得还是起手的状态。跟他们的状真实的相距甚远，嗯，应该说在上半场被滚起了一个。Let's go, man. Something. On chat, bro. He was playing silver. 认为比较常规的板子。对，那这个正手的话，防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提，小白直接提。For a second, bro. For a second, please. 飞起来！哇，这一枪有点没道理的。但主要确实也是因为小白其实多了一个开关。对，因为确实三个人一起混还是很容易被混死。对，而且及时的烟给的也有点慢。对，没有烟啊，刚刚。No sage for the fight. 提速一波会有的问题，因为他两颗烟需要分开给。我其实最想说是 Forsaken 丢这个剑就跟奥特拉瑞直接对枪削弱，天壤之别。在玩到猎枭这个英雄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四打五，包是安了，但是没有人在 B 通，所有人都在点内，而且血量上也没有对手更健康。这一波 Loki 是主动推黑，我超级大拉拿信息。给闪，闪着我没有第一时间跟，所有人卡在了烟边，有机会吗？但是很可惜，最后一二道协同了，没有能够真的。This is a very strong map by Trace. 现在再转到即时弹，远处会有一个自动哨兵暴露位置，看黑贝有没有闪的配合。没有闪吗？这样子拉出去，哇，被害了，完了呀！哇，这位置感觉预设就是没人。They are getting destroyed, man. Time out.好，对面想利用碎片一出去拖延近点，先看着酒窖打败没有看到高点的藏人，是的，清点了，看清点了，暗岩第一个没看，第二个没看，雪泥剑进去了，哇，这个位置 Mind Freak 打两个被打掉，还行，这是个二打二的局面，对面回防来的非常快，二楼已经来人了，铁箱藏住了。我在没有做好准备，黑贝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对面掉铁箱，一个高打的。They're not fucking around today, man. This is beautiful, man. Beautiful. Everything they are doing is beautiful. 还在强起。还想再拼一波吗？有 for sure this is 7-1 right？ 巨甲奥丁啊，巨空了，还行，这一波巨空，然后巨刃还在，飞进点，点里面只有一个，哦，这一标，这样的话，三个人是优势，而且可以有枪可以捡，小开其实哪怕巨刃用掉也还好。红的 Ra 进来了，对面三打五的回防 ，Something 这分要去决策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用巨刃。换点到集市这边，现在 Loki 能不能架住？直架架住了。建议换位置，应该就不会开小夏这一标。你会准，我不会。没关系，是巨人去找。去找，而且队友要被枪击。7-1 my friend。果断的提速啊！现在是直接选择躲掉，但也漏了脚步。对面大概率知道这个位置有人了，直接盲穿。哎 ，lock down for Fang。哎，这个再穿就不礼貌了。And for Jin。反穿，反穿给了。前面封锁也放。Oh my god！ 前面封锁应该是不太能够。雷击剑把刚刚翻残的封锁给补掉了。这感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是的。你以为我要打你的全面封锁，实则要打你的人。今天要去找人，束缚了一个，这个应该是白给的。Something 没有来得及退，Something 没有来得及退出去。
四打四，点点也确定没有人了。小兵是把包按下去，黑贝的位置是暴露过的。提示想入侵，结果是反而被拒之门外。对，没有攻击技能能帮。罗 king 被给烟，多点有一个人给了机会，但是 mind break。三打二，罗 king 的位置是个名牌，点里面会迎接一个一打三，接一个。对面必须要处理一边，两个人都在一道。要进的。两边都是一对一。双子选择架必通。What？他选择让队友去打一个一比一。小编这个位置也很冷静啊，他完全不出去 pick， 他就等。我方还剩一人。Hey, something 打赢了，那这样的话 ，Perex 有一个二打一。Wait for m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知道人在传屋，这次知道是真的了，但是没有穿到，没穿到，而且很可惜，而且没有反馈。最重要的是，对 ，didn't have to, bro。这次在等，我在等兄弟剑。Perex player taking away， 这个进不过来，并没被穿。哇，有点危险。A 小的反绕风风很关键，他得活下来，但是对双拉，两个人都被风风解决了，双拉就双死。想要在有更多的收获，想到这一侧本身就有，现在要开始处理 A 小，对面一定会围绕着 A 小范围全面封锁，打还是走？闪，顶着闪进，漂亮！这一步小兵和队友打了一个里外硬核。我再看在这里架，但要拆掉这个。哦，直接把人类拿下了，是的，其他还没有太多收益。另外一个对面，哎，龙宇要进来抓这个弹药了。Thank you。对面失去了位移，直接抓弹药。OK。曼瑞也真敢抓，蹦蹦跳跳。No way, me, bro。跟上来。Are you？ 人在突破二楼。Here I am, bro。二楼被第一颗武器，又是被闪过来把黑贝打掉，用枪硬趟进来了呀。三打二，这个包打断不了。看到门口有弓箭手，先把镜残血的打掉，直到黑通。很可惜啊，快呀，没有办法。就这波，但凡给峰峰一点点时间缩回去，双架，等一下，这是一个双架，很难拆啊，很难掰啊。对面先出枪去磨血量。哎呀，鬼灭虽然有一些穿射的系数，但不高。直接给四平一出了，很尊重啊。然后把双架改成了前后的180。这个局面对于小编来说有点难解。主要是现在往下跳这个角度。露声音的话，对面可能会拉。没办法 ，Well play, man, well play. Almost a full buy for Paper Rex, man. 黑给 A 大的压力，防守方闪反清，但是对面在凹槽里面看到了吗？正好在凹槽里，有看到吗？我感觉 Looking out 看到了，处理掉一个，可惜打败是没有被 Looking 打掉。但 A 连二楼怎么办？我直接给闪进，哇，这 Oh my God, something I love you, bro. That was amazing. 又在帮队友拉。That's how you play Jet, bro. 还在拉枪。That's how you play Jet, bro. Forsaken 打的两枪都是信息枪。就是纯粹有队友能够去帮他拉完野、但是镜确实这波是一发都没中。很关键，这一 v 一人数持平了，打外没什么血。Forsaken 有大，但是没有机会交，但是抬头把奥迪秒了一笔。萌萌和大白，但是吃到一发身体。He was low, man. Huge clutch. 是的，剩下的单拿下了这个。然后想办法帮一下小编，不管是绕后还是去。小编应该是很难帮到，只看这两颗钢铁同学能不能多拖一下了。零点休赛拿到小编的位置。对面没有给无效命令，来了，给了，大米兄弟先开还不错，而且对面 something， 哇，这看到没啊？这感觉是提前枪吧？是有点像提前枪。看一下呀，在点内小兵的位置完全暴露，而且只有一把数位。Everyone is taking shots， 残血，但闪全白，没办法。I'm not that master class， 反而让对面借助这个烟打了一个出烟闪，峰峰打了一个。但是峰峰也马上被对面有一个中路潜伏的 man， 现在局面对于 Paper X 来说非常的舒服。Oh my God。很难受，这两人的回防虽然手上还有大量的技能组，但位置是很劣势的，而且集市也被对面踩住了。现在只能想办法先把集市清出来。I hope it plays like this forever, bro. This is wonderful. 我觉得得保，这个经济好像也没得保了呀。保不住了呀，对面是去来势汹汹，要来了，我能接一个，但血量真的很低。对来，哇，我在看。Map point。风风给闪，但这个闪没有闪出来，其实被闪其实失误了，但是扔呲了，是因为是数位确实不好去多，对，而且 something 是拉的稍微大一点，对，身位上面没控制。哎，随便一说，挨了一下，但 something 打得非常凶，还在直接藏在，看一下 Forsaken 的位置， something 又来到了集市， Forsaken 带着狂烈之怒站得超级远，对他确保不会出交兵，对，直接狂烈之怒给集市了。Yo, Drake Sports, come on, bro. I want to see best of five. 小看能架住一个。现在防守包4点的两人成为了第一最后的希望，二打三。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wonderful, but I want to see more. 还没有走到，但他应该知道凌霄会来。Zero, 到了，一打二，小看一打一，又是他，在眼里，又是亚军争三，这一次没子弹吗？一颗子弹，13-4 ，Paper X 在这张图依然是一个非常淋漓的胜势。Alex must be happy. 我觉得对于 TE 来说，这两把的失败。可能是他们有点预想不到，我觉得尤其是图二的失败是有点预想不到的。对的，知道对面手感好。Jake playing deadlock， 对面的主选手，来看一下自己选择的进攻边能够打。Now something is on the jet。上来是一个空中的战术。
但看起来 Perez 有点想要打反清的味道，但你没有闪啊，优衣也不在啊，对，算了。没有这种控制技能，但是他们的回防很快。对，因为有霓虹嘛，马上就能到奶茶店这边去看。霓虹给震，火之影自己也被震，两边小后退，两边都不太好动，一边是被震，一边是被捆。但寻敌剑是照宝了。Starting man, ain't happening。剩 locking 马上要贴脸了，两人撞到了一起，但这个距离感觉标配，好像更厉害一点。What a performance by Faker Rex, 很难受，这一波在进到其实之后可以看到。来，中路是被对面秒敲监控，哎，轻甲哎。但是 Forsaken 瞄的比较高，因为是中路有个台阶。但这样甩下来，其实对于 Forsaken 来说不难。是的。先走一步。Forsaken 拿到了网侠，在这份开头拿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阻止性的击杀，这会导致对面没有什么机动性能够拉枪线。还剩两个轻甲，两个重甲。中路这个群体剑好像没有 combo 吗？没有 combo，但还好打得够快。对，因为没有 combo， 这是一个裸的群体剑，而且这要怎么近点很难受啊。巨人余波给了，但是巨人余波没有逼死 Mind Break， 阻御屏障，蛇吻。哇，关键是提示过不去。直接烧剑暴走了，对面打得很奔放，导阵，这个闪电弹就从天上弹过来的。Oh my goodness！ 四杀了，已经四杀紧张了。要不要换一下盲侠 ？No, this Jaeger was going champion, bro. Oh my god！ 十八滴血，弹起了一丝声。黑贝的血量，耶！啊，都没有瞄这个位置。是黑贝主要是个重甲，很难被秒杀。两边被合围，这边对黑贝来说是难的。嗯，啊，这一分又是在一开始。They wanna end it fast. I don't know, man. They have something else to do. 没想到这么一出。是。对，而且我觉得这一分在想要慢打的情况下面。控点做的没有特别好。是的。What's happened with Trace though？ 红砖路这里，因为直架也给到了很多机会。他唯一能起球就是红砖路有个高低差，你有可能因为这个高低差的原因预瞄没有瞄到，然后没甩上来，这是他唯一能起球的事情。而且在小开被首插之后，我感觉后面的预设也完全没有去做好。关于蝰蛇的这个技能和钢索的技能，挡在前点之后，当时第一时间，甚至他们是有点想踢，是有点想夹的。对。但是如果夹 ，Time out。中路很关键哦，马上要碰到了，一比一大赢，抛帽子，射精狙击，确定对面的位置。中路给到对面十足的压力，会逼迫防守方全部都离开比较前面的位置，要往后缩，去逼关了一个门，但实际上打的还是 A 点。要清他，要清他，没办法，没有办法了，闪电弹球没操作空间了。对，而且这个霓虹因为顶到中路绕后会非常快，没有半线了。但 Forsaken 也没震了，这是唯一的好消息对于 TE 来，TE 必须要选择一边突破，我觉得要顶一边，卡在这里是没有办法。Locking 应该是要一个人玩的，就站拐角。兄弟，知道有人了，有闪，有闪过地线，闪电弹球非常不错，打了一个，第二时间再打没问题。但后方被突破了，是的 ，Forsaken 绕后有成效，喂，两边突破了。马上碰到了，朝前暴走，要泼一桌子，小开成功把波斯给灭掉了，十七滴血，主动出击，漂亮，穿了这个箱子拿下了桑信，又是小编，又是二三年的冠军狂徒，这无人机发现了一个，可以抓的，想抓 ，Help me， 伤员找到了，应该看到了，你们在抬枪，一换一，楼梯的位置还是来了，暗眼给了 ，Manfreak 被无人机标到，没标到吗？但是应该有看到了，还是听到了，是的，但第一下不生效，看宝 C 根，看宝 C 根，这波得架住他，要来了，真得架住，架不住这分很容易被霓虹冲烂掉，还好给了一个下不去龙，第一时间稍微劝退了一下，蛇吻把人逼出来，但是包是按了一个开放，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包位，还有一半的时间，时间要被拖没了，还有三分之一时间，震拉出去搜脚下没搜到，他很急，他很想找人，哦 ，Locking 躲到了侧身，非常不错，重力不往虽然补到了铁枪，但是没有人能跟进。局面现在对于记忆非常有利，架住该架的枪位就可以了。一换一，好，一打二，这一波对还有山梦地线，对打外来说很难打，但打外知道一个人的位置，站到了，两边都是兵器了，没问题。The best map so far for Trace man， 非常稳的接住了对面的回防。进攻方反而刚好，太多人顶的话吃惊了，这个黑团黑，但是哎你怎么撤了？就顶着往前走，因为反手也给了一个黑 ，Paper X 反而是怂了，想要先往后退。两边都吃黑的情况下，防守方选择先保人数。要不要消金雷卷地 ？Something 其实是残的，知道了，这有三个人，要给技能吗？主动拉出来，打牌找了一个非常意外的 timing， 前面两个人过去了 ，Logan 莫名其妙被抓到了。再拉出来，一换一铲，没有能够拿下 Forsaken， 不是很熟练的霓虹使用者。这样的话，黑贝再能够扳回一个人数。风风还在中路段，会看吗？哦，很巧，再抛神经去吸，确定位置，预瞄的位置，对，他其实在架中。那知道 A 点唯一的一个人是在同城点这一侧了，而且 Thompson 是个一滴血。Money on paper， 这位置也太吓人了吧！中路马上要来喽，峰峰要小心。看峰峰的动作，放脚步走了，刚好是躲开了对面从 B 点回防的 Mind Break。那剩下两个人要考虑保枪了。是的，现在对于 Paper Rex 来说，
的霓虹的攻击技能，直接开始搜外面了，选择过来回清中路，想要去抓风风。是林是跟着大部队一起直接已经进点了，没错，你惹毛我了，三十秒打吗？他清对面复活点啊，但没选，这不也稍微有点配合失误，所有人在绕后，两边相当于各自错开，主要是到现在不能去到后面安下来，准备安包，很危险，管道的位置黑别不敢随便出，现在出来刚好被抓到，用闪电弹球给了，震到了吗？没有，小兵补刀，但小兵好像也还是被震到了。他只是给了一发，给了足以屏障，但在绿箱的位置，冯冯残血接住冯冯七滴血，他能不能守住电箱这个位置很关键。接应失误，那这样的话，在点外看不到个暴动机的好像还有一个滑铲，还有个足以屏障，主要是脸上，对，他只能走另外一边，那这个暴动机至少一半，另外一半呢？一定有人会再架的，没架住，小开，有机会吗？哇，一颗，就一颗，是小开。哇 ，Yo Loki, if Jinx stuck to the fuse, I think he would get it. 技能的把握以及身位的控制。But that was amazing. The movement is so beautiful, bro. I understand why they make this move. 其实局面被切割成了大概有三个战场在打。It's beautiful. 刷新的滑铲。A good neon is beautiful. 一颗直接甩到头上 ，Mandrake 也毫无办法。而且这波我说只对面叫完第一波技能之后出来接的，主要及时有限，所以他们只用担心美通给单向震到了，侧身过去给接住了，佛赛根的位置非常漂亮，但是被禁补了一个，禁的位置被锁死，两边的枪线交叉，三打三的一个局面。但 Papers 被拖住了，他们没有能够进到点后，这爆能器不是很好滴，硬顶进来，哦呦，两枪头，哇，这个闪甩回来，主要这个闪好像也没有闪到镜所在的位置哦，是这个闪好像都还没生效，镜就已经他摆头再回来，就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Looking 也不想打墙，但是藏位置现在对于他来说好像意义也没有那么大，把这两边人隔开，他想先能拆开一部分，但有障云啊，这个障云虽然说有缝。但是也会让他出去的身位很窄，对，而且走那一侧是一定有人架的，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进架的这个位置视野，到处都有可能进人，但是兄弟剑会逼迫对面进人。哇，进手枪拿到刺杀。你说这个手枪局他们的技能配合是什么呢？我感觉也其实就像是强硬磕进去的。对，其实就是在队友倒地之后进补枪。对，带着队友一路就补枪进来了，对了一个暗眼，这边应该是一枪都没开的，全程蹦蹦跳跳补枪，其实小开的这个阵还第一时间阻止住了金。 哇，这是什么，这背回来了，还是有被闪到，有被闪到，有被闪到，相当于换了小开的闪电弹球加上滑铲。那这样第一波的预射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真想杀，用你剑影走，助力波也没有效果，没补到，但小开的血量被换的比较低啊，他可能要考虑逐步的去放一放点，然后利用下一个滑铲再做事，跟队友做180，用高速放拖时间，给的是单向的烟，一切都在做拖延，已经是4A 的防守了，防守王这一波是 A 点已经是重手了，对面只能硬着来，硬进来补锤，该死了，绿箱也是一换一，有神经取息的风风得赶紧来，选择先放点啊，先放点，风风好像也哎，竟然拉枪线，哇，还好黑没有人拉出来，这个角度要出比较大的位置，但黑贝也没有太多技能了，只剩一个矩阵一波，要看这个神经取息了。但是好像给一个接口，给不到接口啊！接口在点里啊！哎，楼梯这一侧是有的，但有点远，要走过去。有一个声大陷阱先触发，现在已经明牌了，明牌来了，明牌给，贴到脸上，知道了，已经闪光了，找到了这个背后。现在要给小开一些空间和时间，让他去绕。在正面，哇，黑白补到了，在一条线上，他接住了队友给到的帮助。对，而且 Papers 有点过于着急，想赶紧拉出来去帮队友补枪，正好站成了一条线，给到了他三杀的机会。这分的 T 也足够冷静啊，在第一波人换人之后，没有着急去回防或者是去抢到点的位置，耐心的等到了风风去交出神经曲线，对，以及小开的绕后。哇、哦，这其实是一梭子按到底、啊，勉强也算一条线。对 ，OK， 也是常规的两人组。小兵和峰峰两个人接，没有去吸能量球，哎，震到了，而且还补到了，但一换一，补枪来的非常快，被神经狙击，但自己位置爆了，对面直接狂烈之怒，啊，那没办法，是的，这波点里面有枪，对面有两把枪，小开想来快的，他不想爆，但是打败转过来一发，打败转过来再架小开出来的位置了，这个单挑有惊雷卷地了，有惊雷卷地，这个点数还是把包按下去，但点里面全是人，现在推的话不一定能收到，对，因为人已经有点两个人走出去了，是的。而且我觉得 Manfreak 那个位置也很极限，应该不太能够推到。还是给了，只硬杀，只推一个，硬杀 Manfreak 这个必死之人没问题。那接下来一打二，要面对一个一打二，他手里没有黑，现在有烟了，可以给一个烟接烟。要不要去摸一下包？
对面给剑，就是一个烟内剑，很难受。十二发子弹时间也不太够了，而且这是个楼梯包，只有九十度，只有一百八十度的角度。对面还在穿，烟快要散了。是的，对面最后禁烟。哇 ，something 太有牺牲了，他忍不住还是要进去确认一下。Seven to ten, man, look at the game still。对面不打 A 呀、啊。中路过点，坡顶已经很快就冲进来了。监控看到了，坡顶应该知道了，但是小编要出去吗？没看到。Huge kill， 先打近的，他挑了远端的塔。骑士的黑还不错，对面的包卡在了中路，对面的包卡在了中路。罗宾这个位置能守住就能赢，打掉了一个，两个。罗宾和峰峰守住了骑士，峰峰也能再战。重力不忘，重力不忘帮助了 Forsaken。二打二的残局，黑贝来补骑士，保的就在骑士门口。换位去，跳出来没找到，黑妹一直在拉扯自己的枪线，一个滑出来，两个人战成。Oh, you have prepared right now, man. Today is a good day for prepared right, bro. 有点慌乱，他没有在时间精巧瞄准了。对，但是人离得太近了，就泼了，直接就把两个人两个人I don't think their money is good now. 而且近他的身位是贴着掩体比较近的，那颗闪是在他身后爆的，没有说被影响太多。加上中路这一波的伏笔，我觉得也很大，让对面很快的冲到了点内进来。尽管Rice打得很激进，他们 time out。然后等峰峰给自己加速度，来了，峰峰走到直接找，要被抓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抓到，能够成功退回去。是的，还很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准备打回防了。对，门把人给隔开了啊！黑贝在中路被断了，哇，那没有进了。这就是这根半线的伏笔，因为这根半线只防左边，不防右边，对，他不防人能过来。哇，这就是我说黑贝那个位置压力会有点大。冲冲冲！给黑，但是人数的交换一直。It is happening, man. Looking like 3-0. 没有那么好突破。高冲到进来，但是剑影进来，这个位置我们见过一次，打败上次没有利用到，这次打败真的尝到了甜头，把握住了一个小兵的血量八十五滴，他们快点，快点，动不了了，小兵，再怎么拨哪一个出来，还想要冲出去的 A 大拿机会也没有做到，那这样的话，这一分我觉得峰峰对峰峰来说应该直接。保了，保是最理智的。哇，很难受啊！小编其实手上这个狂猎之怒已经捏了好久了。Yeah, this is the paper rex. 刚刚从其实从我们上帝视角来看，他如果选择回退再去加上这个狂猎之怒，有机会能穿到很多。但是家里已经不安全。对，对面不仅在深入到自己的统治点这一侧，很难说哪里安全的点位。我犹记得上。Manfred will have the paper spit next round. 刚好错过了。对，刚好错过了。但这次终于是被他被抓到了，被他尝到甜头了。两个人的位置都。They're not fucking around today, bro. They have something to prove. 峰峰跟 Loki 能不能至少保住一把吧？给了一边的烟，黑一边，然后吃另外一边。Loki， 而且他上塔给哇，但是峰峰没了，正好 Loki 得赶紧自己求活了，管不了队友了，放着脚步在跑。Run away, bro. Run away. 追不太上吧？应该是追不上了，给了颗烟。刚好是被赶了一点。Yo, today is another day. 过去太久，已经把这个事情有点忘记了。Snap point, bro. One more round, and Paper Rex who play against DFM tomorrow in the best of five. 判官在地上的。白金没了，峰峰的位置上次用过一次，对面直接来清了。哦，滑铲清的就是这个位置。I think it's the grand final that everyone wants to see. 四支有枪，三个能够再接一个小开。Ben says no. My Frick， 他手里是把判官，很着急要找吗？不着急，其实包是掉在了外面的。对的，能看到，能看到，能看到包，没问题。Chill, mon, chill, chill。绝技的小编是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集市这里其实也不见得相对安全吧，因为集市的门也没关，对面还是要来 TP。闪电探究已经给了，就先看一下左边监控，看掉电半线也被电掉，点里面已经是没有半线了。主玉屏照小编，你就是机会，完全被挡住了，他好像被卡在两扇小门之间，他出不了烟了，是他还动不了，他前后都有一个。玩 maps 的一个这个哪个团？哦，两边的技能交互，凿穿了两个人，凿穿的人有点多，而且包很早就安下去，进攻方全身而退。剩下来的小编清完点要考虑自己的狂烈之路怎么往 B 桶给了。My Freak 在绕，对 ，My Freak 在绕了，这分得快，这分慢了是一定会输的。打外手里还有暗眼。群英姐被秒打，群英姐被秒打，高打的已经被照到了，否则可能再多打一个。Only looking left and he's dead. GG 结束了比赛 ，Paper Rex 没有让比赛进入到加时，也没有让这个憋舞拥有更多的悬念，非常可惜。My Alex, today is a happy day for you and for Paper Rex, man, and for the Paper Rex fans. 他们今天遇到了一支状态更胜，几乎是以不可形容的姿态来描述的一支 Paper Rex。